对，不错，第二拳不错哦。哦，但第一脚要听明确一点，抢第一拍哦，砍第一拍的空间先抓好。哎，不错哦，很好。太远太远，再压近一点，再发作。想办法把手拨掉，往侧边转，拔不起来往两边转。这第二次拨教你。打击。多打两三下，不要一下而已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拳其实会痛哦。来，啊，走这里，进去了，走几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没有看到。啊，这拳可以。这拳会晕倒。嗯。我手都还没晕倒。飞起来了！哎，居然没有飞起来。追一波。哇！好，结束了。